嘿嘿，大家好，欢迎阅读燕王爷的 Minecraft 解谜日记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地图是逃离夜市小吃，是吗？是由风大大手制作的。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吧。首先，如果一进来是创造模式，请调成冒险模式哦。冒险模式，现在是冒险模式吗？哦，是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么多书规则，请调和平模式。如果你不怕有怪物，请勿作弊。放置上的机关不可拆下，请开心游玩。成就：在夜市找到雷神巧克力，在夜市找到美味蛋糕，在夜市捡到100元钞票。逃离这间夜市吧。注明这是本人第二张地图，如果做得太不好或太烂，请见谅，下次一定改善。白色羊毛是用来放置机关的。白色羊毛是用来放置机关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故事。主角小峰，故事是这样的。昨天我下班之后跑到夜市来吃关东煮和喝酒，结果喝一喝却醉了，醒来之后就在这个旅馆了。可是为什么会有双人床？什么双人床？那我是睡哪一边？我是睡这边的吗？完蛋了，我一定在那晚为了不让老婆发现，我必须在一个小时赶回家，请动动你的小拇指，帮助主角逃离夜市吧。我 Minecraft 不是用食指吗？我们先来搜寻一下这房间。哇，外面一望无际大草原。哦，这后面是什么？哎呦，后面到底是什么？就画而已嘛。哦，找到大门，大门钥匙，大门钥匙，哦，大门钥匙，关东煮店，这边是厕所。这边是酒吧，这边是没有招牌的店。那我们就先去厕所吧。故事，故事一，故事二。这夜市的马桶也太脏了吧！一大堆人上完都没冲水，快臭死我了。还有女厕，女厕他的马桶，我以为他的马桶，还有女厕他的马桶怎么会有红红的东西啊？我走男女厕都进啊，男女厕都进。哦，这边是女厕，这边是男厕，那先去男厕好了。哦，某人的屎哦，我找到某人的屎了，这是谁的屎呢？关东煮店的钥匙，关东煮店的钥匙为什么会藏在厕所里？难道刚刚的是关东煮店的老板吗？女厕，男宾止步，红红的，红红的，红石，红红的红石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去吧。哇，这关东煮店好可爱啊！这关东，哎。哦，找到了跟某人的屎一样的大雷神巧克力。故事三，原来关东煮店早上都没人，算了，来点些东西吃吧。老板，一份关东煮 A 套餐，好好好，马上来。T
贴心小句，祝您游玩愉快哦，好愉快！从刚刚到现在，发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。嗯，啊，这一天就这样子吗？不对啊，这间怎么可能只有这样子？哦，哇，这边的老板都是串通好的吗？关东煮店为什么会有酒吧钥匙？那我们进入酒吧。哦，这酒吧的椅子还真高，我都上不去。哇，这里可以看到的是隔壁的关东煮店吗？昨晚在这酒吧喝醉，应该有掉什么东西吧？对了，我的100块好像掉了。什么？我的100块好像掉了？找一找，可能还会有吧。希望不要被捡走。我的100块在这里吗？哦，我的100块，通往过关的钥匙。哇，原来这边的人都串通好的，钥匙一个一个藏。应该是这里吧。The end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结局。最后小峰回家了，但是老婆洗衣服时发现小峰的衣领有嘴唇印。什么？我的衣领有嘴唇印吗？没有啊，他一定看错了。小峰被老婆叫来问，最后还是隐瞒不了事实，所以被老婆连赏了18掌。被老婆连赏18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18掌。各位是不是觉得这地图很难玩呢？不会啊，这地图很好玩啊。这张地图不是赶工作来的，而是我为了打发时间做的，没想到最后我还真的完成了。如果有任何 bug， 请到巴哈留言，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只求回复不求 GP， 最后还是感谢各位大大拨空时间来下载菜鸟的地图。TNT 箱，哇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TNT？ 还有控制杆、压力板、红石，还有按钮。找到，这是巧克力吗？大雷神巧克力。这是蛋糕，这是100元。好，那么看来这张地图这样子应该就是结束了。好，那么占个好位置。对，好，那么就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就下一集 Minecraft 解谜日记再见咯，拜拜。